突然从后面冲上来，吓到了，一股荷尔蒙哎，从后面冲过来，突然闻到一股这个高中篮球场体育器材的味道，好辛苦。等一下，我王思佳，你确定你有手下留情吗？我还有另外一件更厉害。不是，我要讲的是你完全是冲着 Ivy 来的，因为你挑一件剪裁几乎一模一样，颜色一样，颜色一样，样式比较年轻，对。没有我这件啊，如果说刚刚不是说，我就老吗？不是，我刚刚说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的衣服都是金马奖，但是就是母女档的那一种。等一下，因为样式就是年轻跟那个没有，这个就是你知道，一个是入围的歌手，一个是评审团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你不要想啊，各位，因为等一下要加入素人的投票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公平一点，请两个人手牵手来走秀，来，各位，各位，请把气质考虑在内，好吗？还有人对社会的贡献，你要考虑。但是为了公平起见，喂，不要再拉票了，也不要把你自己的服装品味考虑在内。真的？那我今天就中你好了。每一个人都要投票，而且呢，我们要请素人团来投票哈。各位，你们是有气质的一群哈，各位啊，有没有人要拉票？没有人要替靓女组拉票。不需要啦，因为可能一面倒都是这样的。怕赢太多也难看。代表所有人好，来开始喽！各位，请深深的吸一口气，投下你英明的一票。一、二、三，请举牌。哎呦，哎，投票。我没有投。哎，这个我投。没有一半的。哎，太少了，太少了。这个社会病了。谁一年才进的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喜欢气质型的。哇，这些孩子都好懂事哦，这些孩子很懂事。好，问一下靓女的嘛，为什么投人妻？很像我。还好没赢，还好没赢，我现在是更多了。真的，如果是今天每一位，其实胸前都非常的精心设计，但比如讲我们战神啊，你的胸前是打败天下无敌手，可就因为这样子有点疲乏了。所以当艾比姐转过来是，我不说胸部疲乏，我说我的视觉疲乏。可是当艾比姐一转过来这一段的时候啊，发现有点漂亮，要掉下来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看这个危险的弧度，会有一个，会有另外一个经验。哎，今天不是只看胸部，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快接近漂亮臀部的地方。男生在特别在公开场合在选人的时候，都考虑到说他比较把得到的。对，那他觉得人妻要可能比较爬墙的好吗？不是，你也没有那么好把，因为他会觉得人妻比较没价值，所以比较好把。哎呦，就会那个。你高雄他私下有一种冷艳感，他们觉得说这种高攀不上，对，所以他选，他觉得选的是白选，选的讨不到他的欢心，安全，所以就不会选。好，下次呢，这一次的获胜呢，我们确定是人妻组获胜。我们的优胜者呢，可以得到奖品来。对，我们这个奖品非常特别哦。我们的奖品呢是一个情境的蜡烛，那这蜡烛适合配皮鞭哦，我觉得对，是它的。好，那这个蜡烛呢烧了以后，你会感觉像这个是冬天系列，有催情的效果，会有下雪那种味道的感觉，下雪。然后这个呢更特别，说你如果融化到一个阶段呢，这个液体的东西你可以抹在皮肤上，它会保养你的皮肤。啊，真的吗？蜡油可以吗？对，可以吗？哦，就是蜡油直接可以点就对了。哦，那个是谁到呢？恭喜艾米！今天非常谢谢各位，我们也恭喜时尚女王王思佳第一次的落败啊！请人妻要肯定自己的价值，谢谢。美丽与新单场，林群峰、于秉彦两人却落荒而逃。刚才第四位，哎，请问那个是小富吗？提示一，我也是。下周一晚上11点，超市大小姐进化论。